Hello， 各位探险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到探索虚荣 YouTube 频道，我是 Dan。当个机师啊，应该是许多人小时候的梦想，因为既可以翱翔天际，一直出国，而且薪水又高。不过大家知不知道，其实机师伴随来的是非常大的责任跟压力。毕竟我们一踏上飞机，就等于把性命交给他了嘛，你说对不对？今天这支影片呢非常特别，我们要来带大家看看开飞机呢到底有多困难。开飞机啊，其实不像开车一样，钥匙拿了插进去就可以出发。其实，在开飞机之前呢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那我们现在人其实，在长荣航空南崁的运航大楼。这边其实是飞行员他们从家里出发要上班的第一站。对，他们呢会先来报到中心这边报到，然后先查一下 shuttle bus 的时间，就是去机场接驳车的时间，然后呢他们就会到隔壁的柜台拿起自己的 ID 识别证，然后刷卡啊，然后荧幕上就会秀出飞行员的一些基本资料跟飞行任务，然后再走过来看这边有没有他的文件资料，然后哦找到自己的资料就拿走。当飞行员报到完后呢，他们就必须来签派中心这个地方听个飞行前的 briefing 简报。简单来说，这个 briefing 很重要，就是协助飞行员了解一下整个航机的状态。所以基本上以前 information 都在这里，那现在就不需要了。现在我们就是完全用 iPad， 然后这些给我们额外的 information， 机场的图啊，然后飞机的有没有异常的东西，还有天气。briefing 完之后呢，他们才跳上 shuttle bus， 然后到机场去。我知道大家都很想要看飞行模拟机，就大家熟知的那一台。可是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开过民航客机，所以呢，你们有人开过吗？有人开过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说一下。对，因为我们都没有开过民航客机，所以就是我们在上模拟机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来体验这个飞行模拟器，就是要来熟悉一下整体，就是驾驶舱里面的环境。模拟机它就会根据你的那个姿态去做移动了，可是这个呢就是不动，可是你的画面上还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。引擎开好了。推车脱离、哦、再来我们就是滑行。滑行，我们使用这三个飞行控制面、哦、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叫 steering hand wheel， 它的位置在这边看不到，但是待会你坐在这边的时候，它的位置在这里，所以我们左手用 steering hand wheel 来控制鼻轮的转向、哦、飞机的转向是靠鼻轮。刹车、哦、这个叫 rudder pedal、哦、它有两个功能，我们滑行的时候使用第一个功能叫刹车，也就是说这个踏板的上半部是刹车，下半部的功能不一样。油门的话就是都看过影片、哦、推拉、哦、拉到底就是我们叫 idle， idle 就是最低速，所以各位坐的位置大概是这样，左手控制方向，两只脚负责刹车，右手推油门、哦、各位搭飞机都坐在座舱、哦、那很好奇我们前面看到什么吗？你待会滑行的中心线，窗外的中心线要压在这个线上，其实就是压在你的身体上。其实飞机敏感度很高，所以我其实还在熟悉它的整体的操作。我就明明知道说它其实像打电动一样，只要把黑点维持在十字线上面，可是它就是真的非常的困难，因为毕竟有时候在起飞的时候还有不同的风速啊，整个外在的环境影响，控制一台飞机真的没有那么简单。哦，好紧张哦。我其实有点小小的紧张，等一下上模拟机的时候，我到底会开成什么样子？哦，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飞行模拟机，在我们身后这边。当然，大家应该知道我们飞机有很多不同的型号嘛。那其实每个型号啊，它的驾驶舱的 layout 都不一样，所以在飞行员训练的时候啊，他们就需要这种不同的飞行模拟机。也就是我们在起飞之前，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说，飞机它有钥匙，你觉得它是什么？飞机没有钥匙，所以才会有飞机偷走的事情。但是事实上，大飞机没有人乱偷，所以你们开不走。但是它的整个程序是很复杂的，从起电到开引擎，这个没有受过训练，我们办不到。但是像小飞机，
较简单，所以美国也发生很多像飞机的事情。我们后推车来了，等下准备把航机往后推，就可以进滑行道然后起飞。在后推之前都要上上去，好，这样我们叫 Kevin Secure， 然后我们就开始后推。飞机现在动，而且超真实的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要开引擎哦。这个时候，气阀打开，是温度开始旋转，温度是引擎的内轴，用气去吹。油、空油、点火，所以温度 PGT 开始上升 ，N1 开始旋转 ，N1 就是已经看到了最外面那个大火上。是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松手刹车开始往前，右手在油门上，飞机的航缓开始往前。记得这条是滑行道的中平线，你要在这两米的中间，好，理论就有在线上。我现在在移动，我现在在松机的滑行道上，你还要从。来到跑道起飞，跑得不错。现在开始进入跑道范围，跟着黄线，前面开始会有一个180度的右转，一样跟着线走。好，那我们就走了。好 ，Let's do take off。刚刚体验飞机重飞，其实很重飞的理由非常多了，但是我们真的只是来体验看看说重飞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，会怎么操作吗？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模拟机其实可以模拟出很多不同的气候，多恶劣的天气啊，雷雨交加、下雪、闪电、大晴天都可以。当然了，还有各种不同的突发状况。其实目的是为了让飞行员在面对真实世界中，不管任何突发状况的时候都有经验，不会这么的慌张，而且真的非常的真实。现在我们来试试看一个不一样的突发状况。这个就是引擎吃到鸟。当我们在遭受鸟击的当下，突然间感受到飞机有一点晃动，然后直到降落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晃动感都还依然的存在，就是一直噔噔噔噔噔噔，像我们汽车怠速的时候那种感觉，噔噔噔噔噔。飞机要踩中停线了。要往右一点点，先要在这里的山顶上。谢谢教官。不客气。飞得还可以吗？没问题，小有天分。嗯、好开心哦！用 safety landing， 我们平安降落了。大家觉得开飞机怎么样？在以下留言让我知道一下。对。希望呢，借由今天的一日机师体验啊，让大家更了解一下机师的工作形态，甚至是怎么样开飞机。之后我们有做另外两支，就是如果想了解其他航空业不同职位空厨跟空服的，可以点选右上角的连结去看一下，也蛮精彩的。今天影片呢就差不多这边结束。这样子，如果喜欢我们影片，请观众不要吝啬帮我们持续的留言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知道。持续的跟着我们脚步呢，继续探索世界，探索星球。我是 Dan， 我们下一集见。Peace， peace， peace， peace。